和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一次性洗脸巾有必要吗？从小到大，我们都是用毛巾洗脸的，但近期很多博主包括明星会安利很多品牌的一次性洗脸巾洗脸。那么日常生活中使用一次性洗脸巾有必要吗？我们先说说一次性洗脸巾的优点吧。一、比较方便携带，出门不占地方。二、一次一用，干净清爽，不用担心毛巾易生细菌。三、对于毛巾来说，较为柔软，不易伤害皮肤。一次性洗脸巾的普及给我们带来了许多的便利，所以说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和喜好来选择是否使用一次性洗脸巾。